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君。在今天节目中呢，很荣幸为您邀请到立下宏愿要打造亚洲最有爱城市的基隆市大家长谢国良谢市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市长好。小君，各位我们基隆的电视观众朋友大家好。市长好。市长等一下要带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市政蓝图还有市政预算的规划，在把话交给市长之前，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113年总预算案出炉，总债务少1亿元，税入还有税出的一个编列的一个状况。基隆市政府2024年总预算出炉，税入预算为238亿元，较今年196亿元增加了42亿，主要为中央计划型补助收入。至于税出的部分，113年度税出为240亿9000万，相较112年度196亿元增加了44亿元，主要是因应中央补助计划垫付款转正案。那如果呢，将我们这个税出的这个预算按照我们正式别的这个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教育科学文化支出的占比呢是达到了32.47%，那预算的金额呢是来到了78.24亿。有鉴于说我们基隆市有很多的这种捷运还有各项市政的一个推动，那我们仍然呢是有这部分能力来进行一个债务的偿还，那我们也期望说能够用有限的一个资源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虽然是有短差，可是借新债还旧债的部分，我们中间还是有竭力的在还1亿元。此外，外界关心电动机车预算部分，政府指出，今年电动机车已经追加预算3.8亿元，将是今年申请情况，明年可以编追加预算。就是要以有限资源来发挥最大的效益，我可以看见我们的市市府真的在这个预算上面的纪律是严守的，帮市民减债1亿元，帮市民把关。我们要请教市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们在去年的追加预算的时候，就是我刚上任之后，我们其实有还了3亿多。那媒体上有提到，我们减1亿是指我们就任到现在的一个总，但总之，我觉得我在这几年的一个任期当中，我大概会把这个债务大概维持在这样子的情况，可能短期会有波动，不过会在我接任这个政府到我离开的时候，基本上我是希望上下的波动不要太大，因为其实政府也不是只有还债就好，如果你还债还到太多，我们的财务等级提升以后，我们的自付款就要提升，这个也是让大家市民朋友知道，其实政府不是一毛债务就没有，但也不能债台高筑，就是要取一个很适的拿捏点。那我从就任到现在，我一共是还了1亿元的债，这一点还是可以跟市民朋友报告。是，那大家其实都很关心哦，就是税入跟税出这一部分的规划，你是怎么样来统筹然后分配呢？应该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税出是大概240亿出头，那教育预算其实就占了这个78亿多，因为这个不但是宪法保障，而且教育是我们下一代的根本嘛。只是说我觉得如何在这个教育的这个预算上多引进一些国外的亮点，这是最重要。那社福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社福一共有44亿多。那还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电动机车，我们113年度倒是还没有编列。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要编列，我们可以等到113年的追加。因为我媒体朋友问我说：“你不是最重视电动机车吗？为什么没有编列？”但我现在已经手上有3亿6000万的电动机车有待执行完毕。那我们补贴3万块，所以就是12000台。这12000台，如果每个月要交1000台，其实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所以也就是说，以我们在112年的追加预算，已经有了12000台要执行完毕来说，我们大概10月下旬才可以开始领第一台来看，其实要到明年的第四季的年中，才有可能把我们112年的追加预算12000台执行的差不多。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应该要先考量到实际的执行，1个月1000台，其实对于我们基隆市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我们会把这个我的目标1个月1000台左右的电动机车
会把它执行好。那48个月理论上就是48000台嘛，就是接近我之前跟市民朋友报告过，大概4年5万台的量左右。对，哎，这数学真的要很好，头脑又很清楚。我刚听着就哦，原来是这样子算出来的。对，那因为市长力推这一项政策，7年公益电动机车，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它已经实现。我们先来看看哦，电动机车展示中心设置在台铁基隆南站。通勤路过都会经过这个点，蛮方便的。就是火车站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基隆市推的这个政策嘛，那其实应该蛮方便询问的，因为走过去就看得到。我们利用这个展示中心，可以让所有符合资格或者是关心这个电动机车计划的市民好朋友，都可以来这个展示中心来近距离的来接触。今天由市政府跟这个透过审查小组所选择出来的符合合格以及安全各方面都有兼顾到的车款，那民众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可以赏车。那我们的厂商代表也会在现场为所有的市民朋友做服务跟解答。像我个人就很想希望青年朋友对于基隆市的独居老人、独居长辈做深入一点的关心跟关怀，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先交车，先让青年朋友拿到车，先使用到车子，然后几个月后啊，2到3个月后左右，我们才会提出这个对他们对于公益的需求。很好的政策，我本人很支持。谢赞。哦，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这个一个目标一个达成。那除了这30个友善插座之外呢，我们会再多再建20座，一共达到50座。这个我们在10月份会完成这样子的工作，哦，让市民在家充电、出外补电都能够很方便。可以看到，其实市长的政策其实就是为下一代着想，所以不管是把基隆当成自己的家，或者是把基隆人当成自己的家人，最主要就是要把我们的通勤环境变好，把我们的环境变好。当然，这一个政策一路走过来，其实风风雨雨很多啦。我们要请教市长，哦，是怎么样有坚持的力量来执行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事情之所以会闹得这么沸沸扬扬，我也蛮出意料之外。我在当初在设想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是我觉得我做得到的一件事，那我就提提看。就没想到好像引起很大很大的回响，甚至有很多政党在检讨的时候，就认为说这一场大选是输给这个政策等等。我觉得那个是有一点言过其实了。那事实上，我还是回归到你，如果看小君，你如果观众朋友看我过去的影片，我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就是1台4万，3万是地方补助，1万中央补助，然后4年，然后15亿，然后一共是5万台，那就是大概是每一年是3.75亿，跟我编的那个3.6亿算的就是这样算。那当然，这过程中又有议会提出很好意见，就是说啊，你补助这些，其他让大家加价去购。可是毕竟我承诺的是免费嘛，那大家一开始打我的也是我会免费跳票，所以我觉得说为了要完成这个政见，事实上，你如果量大，你就是要求机车厂6万7万的机车，你就是要降价。那降到一个程度，那他们会提出他们的月费嘛？那所以现在呢，有这些599的月费来说，那我觉得就是说，讲真的，如果你是我，我现在会跟青年朋友讲，你就尽量去挑599的，你不一定要考虑所谓的1000块的月费，因为这样对青年朋友加起来会有差。所以我是觉得说，基本上，这个电动机车，而且我们有也试骑过了，就是说，基本上599的应付基隆的使用，我觉得应该爬坡都 OK， 对，应该也不会不至于，可能快慢有别啦，但应该没有到爬不上去的问题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鼓励青年朋友尽量去接受政府给您的一个美意，就是你免费拿一个电动机车，他现在所有的费用都没有，你只要付保险费就可以。那保险费比如说1000块。那但是你要带电，中央政府补助的那个大概10000元，大概1-2个月就可以回到你的户头。然后你每个月就是付599元，那599元我回想一下，大概1个月可以骑400多公里吧。哦，那400公里也在基隆来说，你说差不多，如果不是 Uber 外送的话，应该基本上也还是够了。Uber 那 Uber 我如果是 Uber 外送族的，这个是特别案例，我不晓得这个够不够，我可能要另外再帮他们沟通一个费率来看。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的确嘛，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节能减碳，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做公益，所以重点是在节能减碳跟做公益。那 anyway 风风雨雨的也都过了哈，那我们现在也都现在每天都有各个区公所都有人递件。每天七个区的区公所都有人递件，那我们就是很开心。那现在就是说电，供电也要很稳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旅程啊。所以供电的点都找好了吗？那当然就是说，现在的厂商来说有两个，比如说以光阳来说，那它是目前大家对于光阳的这个感觉的反应是比较好，因为它也有它的换电柜，那他们现在极力在增加他们的换电柜，那政府也有协调他们，因为他们是政府的合作的协力厂商嘛，那尽量在这个可以的情况下增加一些供电稳定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确定已经可以发出来。那599，哎，我小军，我跟你报告，我在之前为了这个政策，我买了几台电动汽车，我买的是8万块。我买8万，但我每个月还是缴400到500块的电费啊。对，所以基本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花钱，但是请这个民众付599。我必须承认了，599也不是最便宜的哦，也不是我最理想的价格，但就是目前现在就是有的这个价格。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厂商如果能够提出更好的条件，我们也是要努力去再跟他们协商，再跟他们争取。不过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嘛。哦，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可以。如果599你可以，那你就不要去用1000块了嘛，对不对？为什么？对自己要算好，还是自己要省。而且我觉得，我想大家的钱都是辛苦赚的，我们尽量省点荷包嘛，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阶段还是会把我们的这个机车一波一波的把它好好很稳定的发出去。我们也在整个表格设计申请的流程中尽量要简化，我们在这个表格中间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希望把申请的这个程序简化。那现在就是供电稳定，供电稳定是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任务挑战。对，应该也不会到挑战，就是这个任务要来把它完成。那供电稳定完几个月以后，我们就会慢慢发出我们的公益的需求通知。对，大家都很好奇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公益。我是希望集中，就是说不要什么都去做，而且把一两样在基隆做到有感，做到深入，就是走精深的部分，而不是广度的。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跟社会处那个杨玉新处长，我过去立法院的同事，我们是针对于基隆的独居老人长者，我们希望做一些关怀。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现在还没有到要做公益的时候，我是设定希望青年朋友先领车，先骑我们的青年免费电动机车，然后2-3个月之后，我想他们就陆续会收到我们对他们想请求协助公益这样子的一个需求，这样子。是，那当然有很多民众也很好奇，他说：“哎，我已经40岁，可不可以来申请这一件事情？就壮年族的部分。”是。当然我的证件那个时候，因为我没办法锁定，我认为我那时候没办法锁定全市民嘛，所以我们是锁定大概20出头到30几岁，因为我觉得这一段年轻朋友刚出社会，经济上是比较辛苦的嘛。但是以我这样子的看法，我先跟您做一个预估啦，就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提供给更多比所谓78年是再年长一点的青年朋友，是，我觉得还是有上升的空间，我蛮有这个感觉。但就是你知道现在讲出来的话，就是支票，就是而且还是本票，本票型的，所以就通通要做得到，所以我只能说我是乐观的潮，还是要开放更多的年次让大家来申请，让大家都有机会借着节能减碳，借着公益来跟政府的政策做良性的互动。是，这就是节能减碳，然后打造我们的绿生活，这件很重要。那当然在交通安全部分，市长也很有主见，他一上任马上就来力推了行人友善政策，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执行下来？好，应该也是很多风风雨雨。行人友善是一个耐心跟毅力的挑战啦，因为让警察同仁站到路口上，然后去对不礼让这个行人的汽机车来进行开罚，其实对用路人来说很不习惯，那我也承认。可是我必须严格讲，我们做到现在已经6-7个月了，现在这个我觉得情况相当都良好。小军，你有没有觉得在路上现在汽机车都会礼让行人？会礼让行人。我想这个问题不用我去
宣传。我想全基隆市的市民，有人还会举手。对 对, 對，我们是要鼓励让小朋友举手。为什么小朋友要举手？就是因为说，如果小朋友他可能只有100公分左右的话，你不举起手来，可能很多用路人他如果个子比较娇小，那个挡那个 dashboard 就是他那个仪表板，就是说他有时候会被他的身材会挡到看不到，那可能就会撞到他，所以他这个时候举起手来，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血统。所以总之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执行到后来，你知道吗，小君，其实现在要取缔到不礼让行人的用路人已经越来越难了，真的很难很难。为什么？因为已经都内化到大家用路人的一个习惯，现在都已经形成了这个文化。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讲，就是一开始有麻烦了比较多的警察同仁，最近呢站路口的警察局的同仁越来越少，我们现在改义交上场。那过一阵子我觉得连义交要减少。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已经深化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像你以美国来说好了，其实基本上警察如果在路口不是在取缔不让行人，因为这个基本上大家都已经会做了。所以我很开心，就是说，因为如果人家问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想做这个，小君，我想做这个路口礼让行人可能已经想了2年了。我也作为一个父亲也好，看了基隆市的路口文化，我也看了2-3年了。所以我一上任以后大概10几天我就宣布了这个政策，就是因为我已经等很久了嘛。那现在我必须讲，就是说其实基隆现在的路口友善情况已经不亚于，完全不亚于台北。我如果说比台北好，那我还不敢这么说。但是我可以跟您说，就是基隆市的路口的对行人的这种礼让跟友善，已经不亚于台湾的任何一个直辖市了。这个也是我很这个直接大声可以跟市民朋友报告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大家很有感，就是画设绿色斑马线这一件事情。对，而且我不晓得啊，原来画设斑马线，你觉得绿斑马怎么样？有效，有效，真的很有效。我觉得很多行人、很多民众来跟我反映，或者是跟一般人在称赞的话，他们都觉得那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因为大家很清楚就知道你的行人走在上面是很安全的。那时候怎么会想要这样做？而且一条绿色斑马线也蛮贵的嘛，对不对？对，其实我们你也知道，我们刚刚编的这个预算是我今年我开始编的，我去年都还是只是执行上一任市府所规划出来的预算，所以要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规划出这些绿斑马，其实我也谢谢交通处了，那主计处，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努力，在我们有限的一个预算，而且没有特别为了这个而编列的情况下，我们就做了这些绿斑马。因为事实上这些绿斑马我们认为它投资不大，可是它的效果是有的，而且它仿佛是一个护城河一样，它有一点保护。所以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绿斑马，你有没有感觉现在看到绿斑马会比一般的斑马大家会更尊重一点？那其实就是个路口嘛，对，就是个斑马线嘛。对对，但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年也还是持续有编列更多绿斑马的预算。我希望基隆的很多主要的路口都有绿斑。那第一，绿斑马它也有标示跟这种有一点点材质上有一点不同，所以对用路人来说，对行人来说，那个感受都是很清楚。那我们重点就是要把这个很清楚的意识这个意向要把它呈现出来，就是说这个区域是必须要礼让给行人的，因为行人的安全、行人的这个走在路上的这个路权，其实是还是要被保护。当然，这个又引发到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行人，他是不是不一定很遵守他相对的交通规则，然后看手机啦，就故意走得很慢啦、等等，其实也不一定故意走得很慢。警察要去检举他们。其实我们现在我有看到每次报回来的警察站岗的一个取缔，现在取缔行人已经比取缔用路人多了。那一开始我们目标是取缔用路人，对不对？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说，现在车辆都会礼让啦，但是行人反而会乱穿越。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取缔行人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总之我觉得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但我必须讲，基隆市现在的道路文化，这个用路文化，而且实际上的交通的车祸的数据其实已经有
大概有20%以上的数据改善。我觉得这个对基隆的用路环境，因为对一个父母小孩子要走在路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会有让大家有比较安心的感觉，是，就是要让大家安心嘛。那很多民众也会反映，其实基隆的骑楼很不平，所以市长上任之后就编列预算3055万元来进行骑楼整平计划。对，这个骑楼就是有些店家哦，他怕淹水，他自己要垫高，对，那其实这样垫高是法令上啊，跟对于这个行人的行走是比较不妥的。那所以就是说，我们也，但这个很多基隆的各个角落其实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是一阶段一阶段在做。那我们今年也编了3000多万，那我们是觉得说，整平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大方向，但这中间如果能够衔接得上，彼此不是要一个，因为其实这个我在选举过程中，甚至在更之前做一些公益的时候，帮助一些轮椅族跟各种，其实你看一个帐啊，一个阶梯的高度，对一些朋友们，对一些特殊族群来说，那可能是一座山的高度，那就没有办法过去就没办法过去了。那如果没有人帮我把我抬起来，那你就永远过不去了，你也要走到道路上跟与车争道，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的。那我们会继续努力把我们的行人环境做得更好，可是必须要讲了，现在这种高高低低的，您如果长期基隆各街道走，你知道其实也是蛮多地方都有，所以我们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慢慢把它整合起来。是哇，还要花很多时间来说服店家，对不对？这沟通能力要很强。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大家觉得很不错，就是重要路口的监视系统效能，对，这一部分也是市长很重视的，对吗？对，因为现在我们也有所谓的科技执法，然后有很多的路口的安全，我们要有赖科技设备来协助我们来完成。不过这个部分，我想交通部有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补助，那我们也透过了一部分的补助，一部分的我们的自筹，然后就透过科技设备来把路口的监测啊、路口的环境啊，还有一些现在有时候违法也不一定靠警察，哔哔，就现在机器就可以做得到了。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配合交通部在这个施政的一部分，就是让重要的交通路口未来也有科技执法的功能。是，然后还有民众非常有感，就是通勤族最近推出的那个 T-Pass， 大家都觉得哇太省了，1200可以一个月这样无限次的来做这个，那是不是在明年度的编列预算，还有基隆是不是也特别自己为自己编列了一个基隆 Pass？ 有，我们自己也有推出一个288的基隆 Pass， 可以做这个很多大众的交通工具啊等等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就跟我们1280的月票一样，都是让通勤族可以得到更便利的一个协助。那这部分我们也编列不少预算了，我看我们大概编一两亿多，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啦，不过就是中央也有协助，所以我们也谢谢。这重点就是说，尽量还是让大家多做一些大众交通系统啊，这一阵子以来大众交通系统也提升了不少，对，那这个台铁跟这个公车的288月票是我们基隆的这个学生组有福了，对，大家的感受比较强烈。但我为什么刚刚稍微讲了，因为288是在基隆境内，你如果离开以后，那288就比较不适用。但你如果每天都会坐公车，并且基隆坐到百福或者是七堵去上班，那你有福了，288也是我们的服务范围内的，对，就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利用，因为我记得是10月16号开始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开始来研究一下，然后鼓励大家来试试看，来使用。好，然后再来呢，要带大家来关心，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基隆捷运它的发展基金1亿元，这是什么样的规划呢？对，就是其实后来大家都在谈捷运的负担的问题，谈了也好久嘛。那我们基隆目前的负担可能来到了50多亿多。那这个部分呢，也感谢行政院副院长啊郑文灿先生，他亲自的召开了协调会议，帮助我们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这个捷运建设可以不要只用公务预算，可以用这个轨道发展基金。那他也分享了，就是他在桃园市任内发展轨道建设利用轨道基金来作为一个资应的一个裁员。
那所以基隆市未来也会设立一个轨道基金，只是我们先编列了公务预算，编了1亿元来成立一个轨道基金。那未来会有这个轨道基金再来支付捷运的建设。那所以就是希望政府的举债可以透过基金以及透过原来的预算。那如果通通都透过原来政府的公务预算，就有可能会排挤掉其他的一个预算。那我们不是这个，我们食衣住行不能只靠捷运嘛，我们还得做其他的建设等等，或者是我们必须可能会留空间做其他的建设。所以就是说，我们也特别谢谢郑文灿副院长开了绿灯，让我们透过这个捷运发展基金，可以来这个建设我们的捷运。那我们有编了1亿，对，很期待，就是到时候看看到底可以发。基隆是真的是未来会有捷运，而且在这个捷运周边的发展，真正创造，就我们刚刚之前在节目开始前还在谈到就业的问题。对，其实真正基隆朋友真正要的是在地基隆的就业。那在地基隆就业，当然我有设定，就是在你们基隆旁的这个阳明海运周边，是航运企业的总部专区。我记得是有三大园区的计划。对对对，两三个很大的地块，都可以盖好几万坪的办公空间等等，就在阳明海运跟七堵火车站隔壁，也在你们基隆附近。然后，那但是就是说，未来透过捷运跟透过火车站周边的办公空间的建置，才能真正让产业回到基隆，才能让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去外面，就是我们就讲你就不用1280嘛，就288，我们这个就把它搞定了嘛。对对，所以我但那个要一点时间，因为坦白讲，我必须讲就是说，我们前任政府对于城市景观什么蛮有建树，但是对于就业，甚至对就业的基本布局，我觉得还有待于我们继续要加速来进行。所以在我任内，有一些也许看得到，有一些也许是铺陈for 下一个任期，下一个4年。但是基本上来说，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基隆有几个地方，包括说六堵也在你们附近的地方，现在是有一个仓库，大概2公顷，是这个文化局也是卫福部的仓库，大概6000坪，2公顷，就在弓箭西路附近。后来我们就说，那这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就要慢慢把它打造成厂办，打造成工业区立体化，变成更多的就业机会。基隆市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是闲置的小区，这些未来我们都希望产业企业能够进驻，让我们的就业可以回到基隆来。这也是我主要回来基隆最想为我们乡亲做的一件事情。是，可以看到市长真的很用心，因为他动用了很多关系，邀请他的好朋友企业家们来到基隆来看一看基隆。那当然啊，说到发展基隆，其实有一个亮点，也就是我们的观光。最近听说有一个水陆两栖的运具，对，水陆两栖观光巴士，是，这是什么样的概念？也感谢你们有一些报道嘛，相关。其实水陆两用观光巴士在目前在美国波士顿，在横滨，在东京，就是丰州台场那边，还有新加坡，都有现在目前在运作很成功的案例。那当然过去高雄也有啊，那我们研究了一些高雄的案例，因为高雄基本上是一开始是市府的政府行为，那后来就给客运。那如果你给了民间，那民间当然就是做生意嘛，盈利行为。那我觉得这种水陆两用观，它的零件啊，它的维护啦，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个经营上面的东西其实很细节，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东西我们要用市府来采购，然后我们要用列入类似像公车处来协助营运管理，变成观光巴士之类的。对对，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政府的，你只是就是我们有很多公车嘛，是，只是我们有几台公车可以开到海里面。那这个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成功案例，基隆是不是一定会成功？我不敢说了。就东西岸在塞车的时候就可以坐那一台过去。就是我觉得，但是最起码它是一个亮点，而且这个亮点目前来看，全台湾是没有的。过去高雄有，但是高雄后来收了嘛，那最起码北台湾没有嘛。你高雄有，但是北台湾没有啊。那我觉得我们作为北台湾，我们不要讲高雄啊，我们不要讲台湾啊，我们作为北台湾唯一提出这个水陆两用观光巴士的一个观光旅游城市，我们总是希望帮基隆打造一些亮点嘛。那就是有人会提到说，那为什么高雄后来没在做？那我认为高雄后来不是很注重后续的营运管理，甚至如果他车旧，你还要再买一台再替换呢。那我觉得如果是纯民间行为，
恐怕就没有办法，因为民间第一目标是盈利嘛，第二才是社会企业责任。那我们政府的目标不同，第一是要心力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这个为民众谋福利，打造一些城市亮点嘛。所以未来我会慢慢建置更多的，像我也有推预算是建置这个在基隆市市区里面打造大型的 LED 看板。哦，那现在那个智威有一个3D 圆弧形的，但 3D 圆弧形也有好有坏，因为它的影片要特殊制作过，所以一般影片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会认为说，我们当然自己会考量了。我们现在也有编列几千万的 LED 的建置预算，因为我每年都会编列。那我就是希望，我们都有去过一些国外城市嘛，纽约啊，哈，人就走出来了，然后那个银座啊，就是看到很亮嘛。那基隆不是应该就是要这么亮吗？尤其它又是一个海港独特、有天然这个资源丰富的一个观光旅游城市，这个都是我们这今年想要为基隆市做的一些施政的一些项目，是真的是亮点。市长非常重视，还特别派了我们惩罚处，对不对？处长到国外来去，听说他们玩得蛮开心的，是对啊，来看看。在日本搭乘水陆两栖运具缓缓进入港区，下水行驶，游客在车上拿起相机猛拍照，下水这一刻惊呼连连。除了在港区内进行观光导览之外，离开水域还可以直接开在路上行驶。这项在国外相当热门的水陆两栖运具，基隆市政府日前特别到日本考察，宣布将引进基隆。那其实鸭子船在日本东京哦，跟横滨，还有美国波士顿，还有新加坡，这个都有成功的营运的经验啊，感受一下这个不同的载具的带来的这些新鲜感之外，那其实在海上也可以透过近距离的接触这些游轮跟军舰的设施哦，然后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这个城市的一些景观设施与历史的发展。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运用到这个包含这个未来看是中原记啊、守管记啊，或许都可以当做一个行销或者是一些新闻的亮点，其实这些都可以搭配我们基隆所有的这个祭典或者是活动一起来露出。那相信这个会带来不一样的，对于要了解基隆，对于想要观光基隆，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感触跟想法。真的，这个鸭子船我也有坐过，感觉非常的有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是在哪里坐的？就是那时候我是在韩国啦，力宝乐园，但它是结合动物园。但你坐上去开到水里的那一刹那，你会觉得哇，我现在在海里面，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是好玩的。我今年四月考察的是 Boston 的，我那时候去见那个议长，加上去坐那边的鸭子船，对。就是最兴奋的，就是从路上开到那个海上的那一刹那，那之后就很像船了嘛，或许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小军，你说我也要跟市民朋友报告，就是你说这是不是一定会大红，然后就是变成基隆是最好的量？我实在不敢讲，但我觉得值得去试试看嘛。而且其他很多海洋城市都是一流的，你说新加坡，你说 Boston， 对不对？你说横滨，他们都是很杰出的海港城市嘛，所以我们基隆也要有这些东西，大家来努力的试试看，如果说不定适合，那我们就继续增加采购，那如果不适合维持营运，这其实都可以的。是哇，真的很期待哦，所以是编了5000万，对不对？五千万，哇，一艘要两台，要两台，要两台可以轮流。对，那除了打造观光亮点，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我们民众很有感的一些社福。先来看看我们照顾身障弱势朋友是否要活化建物。对。我们将会无偿的来提供给我们本地的身心障碍的协会，给他们一个办公的空间，还有会议室的共享的空间，帮助他们呢可以进行正常的会务的运作，还有呢一些脑力的激荡哈。我们将会规划妇幼亲子功能早疗的据点，以提供这个早疗服务，还有亲子游乐设施。那除此之外，还有成人游憩的这个疗愈功能的设备。那还有，我们也会成立自立生活中心。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呢，我们也会委外请进行招商来成立这个手语餐厅。那这当中呢，我们会有
两个楼层，我们希望可以是餐饮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吃东西啊，来到基隆一定要吃东西。那我们如何提供高品质、有特色，而且呢是促进生长就业，然后又有创新职种的这样的服务内容在里面，让不管是在地我们基隆朋友，或者是我们跨县市的朋友来到我们基隆，很重要的这个社福大楼的生长基地是我们基隆的文化名片。你来基隆吃喝玩乐，你一定也要来我们的社福生长基地呢，共融一下，融合一下，体验一下生命的意义，还有爱的无限可能。这个蓝图规划我们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那我们也提了追加预算哈，那现在正在定情会当中哈，会来审查。所以议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追加预算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在今年的年底来招标。那么预计希望能够在2013年的下半年哈，我们能够有部分的试营运。那到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全面的营。这是我们目前的规划，那因此其实时间是蛮紧凑的哈。那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闲置了5年的空间，我们如何可以尽早的赶快加紧脚步，让这个空间可以重新的修整哈，然后赶快的启用，那对整个城市的发展，对市民的服务都是很好的。这就是推动亚洲最有爱城市将一步一步的实现。我们要请教市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这个社福爱心大楼呢，其实就是要邀请基隆市所有的特殊团体、身心障碍团体都能够有意愿的前提进驻到那个地方，免费的办公，免费的可以在那边用餐、早聊，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空间是可以共用的，因为如果你看，我记得盲人福利协进会它是在中正路的大楼里面，然后自闭者家长协会是在三坑哦，然后还有这个过去有一些，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对对，过去有一些什么就是其他的方向是在振兴路斜坡上，那每个其实地点都不太方便，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能够前提是他们大家觉得适合的话，把大家让他们集中，而且他们在很多学习课程上面也可以给他共用。最主要是那边有个亮点，刚刚玉馨有讲，我们打算做一个手语的餐厅。那这个手语餐厅也是我跟玉馨这个从加拿大学习过来的一个成功经验。因为如果我们是希望，就算你是正常的一般健康的民众来到这边作为这个客户，你也用手语的方法去这个点菜跟参与这个啊，所有的服务人员应该就是我们的手语族，那这样子我觉得也可以融入他们的世界，那可以多一些这个同理，那多一些这个体认这样子。那我很谢谢我的这个过去的立法院同事啊，杨玉馨处长，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坐轮椅，可是他永远就是活力充沛，精力充沛，而且永远就是很阳光，一直在努力为身障的朋友，以他自己过去的一个经验跟自身的感受，去大家打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而且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觉得我也跟大家报告，像玉馨他是虽然坐轮椅，但他不是说半身都可以动，他手腕以上才能动，所以有很多我说看，因为像社会处的同仁说不太了解嘛，他就拿一个手板给他，他其实他拿不了，你一定要放到他的手上，因为他没有手腕手腕以下是不能动，所以他没办法提起来。所以可是即便是这样，但是他可以拿笔记本跟笔，就可以记东西，就可以执行，就而且最主要是他可以一直不断的开会。对呀，他可以开会开到我都累了，他还要一直开会，所以这意志力好坚强。我感觉就是说，他真的就是用这种同理心，那他是不是一个执行力就是100%或光速或做的最好的，这个就是执行力最强的，那这个我觉得有待验证嘛，但是他绝对是一个最温暖，然后最有同理心，而且甚至他也是这样的族群，以这样的族群的一个成员的一个这样的心境跟立场，来为这些身障朋友，来为基隆的特殊族群朋友谋取一个更好的环境。我觉得应该是说，我非常感谢他到今天为止来，从愿意到今天为止给我们基隆市很多弱势族群的帮忙，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是真的，包括了这一个室内的儿童乐园，我觉得也是市长还有玉馨他们一起
推动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很多亲子都会分享说，哇，他们今天去那里玩，然后觉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所以我们家小孩已经长大，但我可以想象那时候小小孩如果有这样的环境的话，那是现在年轻爸妈一个很大的幸福。对，我们目前有着信义跟七堵两座室内儿童乐园，当然它的大体的空间跟硬体是政府的，那这个设备是那个时候我们刚进来为了赶百日施政，由民间协调去捐赠的。但是呢，我们通过了去年的追加预算之后，那我们现在同时在盖四座，哇，同时在盖四座，而且我们希望每一座都有不同的亮点。其实现在在春夏天的时候，你感觉还不会很明显，等到冬天一来的时候，每天都在下雨，到时候我们就是，所以我最近也有跟我们两位管理面的这个团队在想说，哎，我们增加营业时间，增加营业场次，因为冬天来说大家会很有需要。可是，因为我们同时在盖四座，所以我觉得到今年冬天准备前，可能能不能够盖好，我不敢讲。不过到了农历过年前后，我相信又会有一两座可以开出来。但总之就是在六七个月内。是四座，我们就全部，所以点都全部选好了。对，其实很多都是在目前区行政大楼的顶楼，因为那边也方便。那我觉得过去大家都在那边办活动嘛，但其实办活动，我必须讲，每个学校礼堂都可以办活动。那有很多其他的地点，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感谢，有很多阿公阿嬷本来知道说啊，哦那边要用那个哦，没有孙的用哎，后来，当然都是疼小朋友的。如果那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更开心，我举例像中山区的行政大楼顶楼、妇幼馆顶楼、南海区公所顶楼、暖暖区公所顶楼，还有中正区公所的顶楼，这些地方都变成了室内雨遮全天候快乐的儿童乐园的时候，就算是阿公阿嬷也会替基隆的孩子们来得开心。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就是很赶工了哈，因为同时四五座其实蛮挑战，我又发现弄两座跟弄五座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这样，所以但这个也是玉馨在负责的，所以玉馨是很辛苦，他是那个特殊孩子们他也要顾，一般孩子们他也在顾，所以我也非常谢谢他，那也跟他一起努力把这个样好的一个亲子的环境打造出来，而且最主要是我现在每一次到那个地方，都会有双北的家长跟双北的孩子过来玩。那我一开始就要去判断，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拒绝他们，或这个是否基隆的孩子？我觉得我们现在基隆标榜是有人数限制嘛，如果就是前提就是说，假如没有大量的排挤到基隆的孩子的话，那目前我看是还可以，基本上想要预约的偶尔会满，但是你换了一天或换了一个时段，还是都进得来，所以我会觉得说，那照理说我们是有爱城市嘛，那就不要拒绝他，而且他们来说不定也会连带观光。像我上次就看到信义，信义区公所，对，顶楼，那他就孩子爸妈就从树林来的，然后他就玩完了，现在要去信义市场买东西，要去附近吃东西，那连带也是一个对我们城市有帮助的一个消费行为嘛，虽然他没有在室内儿童乐园有付钱有消费，可是可能在信义市场有买东西啊，可能在附近的餐厅有吃东西啊，那我觉得这样对我们整体基隆也不是一件坏事，所以基于友爱城市的立场，我觉得做得到的还是欢迎大家过来玩。是，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也就很好奇的，就是要打造旗舰型的身心障碍创新服务暨就业基地，一样是在那个社福大楼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把他们做成一个基地来集中的关心，但是过程中我们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辅导他们就业的方法，比如说让聋哑的朋友进入手语餐厅的体系，可能就是一个如果做得好生意多，我们可以开一个分店，盲人，对盲人哈，盲人也可以啊，就是要大家都是所以就是特殊的族群的朋友真的是需要政府有同理心的去帮他们设计一套让他们可以融入社会的方法，像最近我也陪他们去做月饼，又po在我的脸书上，那我们采购他的月饼，所以如果有很多市民朋友你采购爱心商品来说，其实也是对这个族群的一种关怀，所以你买点东西也是一种关怀，
那总之嘛，做公益、做善事，总是让人家觉得很快乐，这样是，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温馨、很快乐，就是要打造亚洲最有爱城市。那当然呢，还有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要建构有爱而且共荣的创新整合式的长照服务环境，也是县市府在力推的一项很重要的政策。对，我们从我上任以后，我就深刻的感觉到一件事，长日照的场所非常缺，小君你觉得缺吗？有，真的。我跟你说，长辈们，尤其我们现在如果迈入中年，那长辈年纪大的时候，你要白天要怎么安置他？你放一个人在家里嘛，你会担心，会担心，对不对？那如果他又有一些健康上要有一些比较顾的地方，有一些慢慢失能的，要让他去长期的居家照顾。现在有很多的选民服务都是在拜托，让他家的长辈能够进入到一个长期照顾的人。你明明要付钱哦，对，你明明每个月都有负担哦，没有位置，你还是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请托，在请托议员，在请托各式各样不同的民意代表。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基隆很欠缺的。那我们现在大的机构跟社区化的机构，我们同时都在建构。所以我本人跟玉兴，我们秘书长方定安，还有跟督发处长啊，我们每个礼拜还有卫生局长，都固定开一次会，就为了长日照的空间盘点的进度来完成。因为他现在很多是用校舍去翻，那翻的话一定就要实照，实照其实是督发处。对，那你要有符合消防啊，符合其他的规定啊等等的，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只有社会处一个人就办得来的，所以应该说我们都一起跟跨局处合作，共事，共同努力。每周开一次会，我们针对基隆的长照日照，我们是每周开一次会的，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业者，我也有很努力的，自己也有空就会跟那些业，因为我们有一个LINE群嘛，就会跟他们打打招呼，说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啊？我们如何进行下一步啊？等等的。等一下我要跟你加LINE，鼓励来，没问题，来，我们就是要鼓励他们，就是我带头要。释出更多的善意跟积极的态度，要请他们到基隆来设长照、日照的据点，来服务我们基隆的长辈。是，哎，这真的很重要哎，因为之前我知道他们就一直在推，基隆要打造一个长照中心，就是旧的仁爱，对那一大块。然后后来就因为厂商一直不愿意来，因为评估的过程，那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到谢师傅市长很用心，他就是盘点所有基隆市的闲置空间，对啊，每周还开一次会，就是要来找出地方来制造这个，来创造这一个整合式的长照服务环境。对，那另外呢，就是市府也在长照10年2.0相关计划的经费当中，也投入了8亿多，是，对不对？对，因为这方面就是不管是对他们的照顾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辅具啊等等，整个环境都是要花钱的啦。我们慢慢已经进入了一个老年龄人口的一个时代，照顾这些长者，其实这些社福预算是免不了的。但是重点就是，现在我觉得钱不是重点，钱我们可以编列预算，现在重点是要空间。你现在没有空间，就是居家，现在有三种嘛，长照就是住在那里的，日照就是带长辈白天过去，下了班把他们带回来，有点像长辈的幼稚园的味道，对，托儿所的味道。再来就是居家照顾，这三块其实都很重要，我们都很积极的在推动当中。是哇，就可以看到，因为现在人家就说现在对老人家好，就是对未来的自己好，所以我们都很重视这一块，就是要打造基隆市。你对长辈好，孩子看在眼里；对，你对他不好，孩子也看在眼里。对，就是打造最有爱城市这个很重要的一环哦。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哦，其实不只是照顾我们这些弱势的朋友，其实在劳工的部分，市府也很用心，他们就直接编列了课程经费，要提升在地劳工的技能。有什么让我们市政府可以一起来协力的，都请千万不要客气，能够提出来，我们一起来打造一个更有爱的城市，跟大家聚一聚，交流一下，那做的一些记录，有机会我们都会全力的来鼓励大家，希望能够
把这个大家的整体的工作环境都能够有效提升。工会在这一区块呢，我们真的是日夜记得，就是说在劳动部这边争取来办理就是职业训练的班别。市长谢国良强调，市府正在筹编明年度的预算，未来将编列经费作为职训课程经费使用。真的可以看到市府非常用心，在劳工这一块提升技能，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上面。对，其实职训，因为其实我是相信终身学习的，我也一直只要做几年工作，我都有在进修。那有的是大进修，大家知道；有的是小进修，大家不知道。但我一直都相信，继续的进修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状态，让我们服务更好。所以，劳工朋友也是一样嘛。那现在科技日新月异，比如说，你有没有用 ChatGPT？ 这个用这个 ChatGPT， 这个自己去用跟有人教了再去用，我相信方法是不一样的嘛。那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我相信 ChatGPT 就是这些 AI 的这些功能。应该一般性的工作其实真的是会帮得上忙，所以就是我们也要教我们的劳工朋友使用。那现在有一些 AR VR 的课程，如果你会了，那你可能会提升你的竞争力。那再加上你们附近就有阳明海运嘛，俗称航运三雄。那我也是跟乔治亚州理工学院要去打造就是供应链物流的专业课程。那这供应链物流专业课程，如果我今年就会提出了，就是说让基隆的在籍在基隆专业人士，他认为说供应链物流课程对他是有帮助的话，他可以来跟政府申请。那我们是打算跟类似像乔治亚州理工学院这种学府来合作提供这些课程。那你学会以后，我相信假如你是在航运、货柜、航空，然后物流、冷链、配送甚至外送等等，我想就会有一定的帮助嘛，就会对你的工作直接一点讲，就对你的工作待遇了。但是简单讲，就对你的工作领域，我相信一定都会有帮助。那这个课程我们也会提供，那包括 AR VR 等等，这个如何会运用 AR VR 在这个，像我这个去这个伯克莱前两个礼拜就是说去跟他们谈更多的，跟伯克莱也有提供课程给高中的孩子。因为很多人现在进了高中，家长现在放哪个孩子自己孩子去高中，目的还是要升大学嘛。是。那其实伯克莱他们现在就有跟顶尖的高中生在合作，提供一些相关的课程。那我现在也在跟伯克莱有在洽谈这方面。我不能说已经谈定了，但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所以就是说，不管是这些无人驾驶的课程、AR VR 的课程、AI 的课程或者是。我谈到了基隆的特色，航运供应链物流的课程，其实只要是能够提升我们基隆市民在职场的一个竞争力的，我们都要努力来做才对。是哇，可以看到市府开设的课程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真的就是未来的趋势要跟着时代潮流走，可以让我们的基隆劳工朋友有更多更广的学习的空间，而且还有增能的地方。那说到教育这一件事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基隆获得中央的补助，六校40间崭新的厕所，这些硬体设备一块来看看。我们最近获定补助3100万元，针对五堵国小、百福国中、信义国小、五伦国中、森美国小、定内国小等6校40间的厕所，未来要进行争取改建、改善环境。那我们希望学校厕所的改善，其实不只是让它窗明几净而已，而最重要的其实是有美学概念的一个带入。那在今年112年度呢，我们又特别跟中央争取到了6间学校，总共6所学校40间的厕所，那3000多万的一个改善工程。另外呢，我们也针对，因为中央的专案有的时候它会有时效性在，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有编列我们相关的预算，来对于我们后续还没有争取到。中央的补助，但我们还是有实质需要的部分。那今年我们还会有2所的学校，然后一并的来进行相关的改善。可以看到市府真的很用心，软硬体都一起在进行。我们要请教市长，孩子们的教育亮点。对，我们国小、国中、高中，我们都是有不同的策略的。不过应该先谈谈高中，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初中在基隆念是优秀的。
哦，可是一到了高中，他们就可能想到双北去念高中，因为他们想象就是双北的高中比较好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跟类似像这些国外名大学讨论的课程合作，其实是给假如你有这样子的分数跟你有这样子的条件，而你愿意留在基隆念高中的话，那我们就会引进这些国外的课程，让你，因为现在不是一考定天下嘛，现在有很多是整个学习历程啊，那看你整个申请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有这个各方各面一个好的条件来进他所理想指定的大学嘛。嗯，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我们现在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最近不断的在跟这个国九。我叫这个叫他这个术语叫国九，就是初三啊，国三的导师、校长、主任，我们一直不断的开会，我们就是很清楚的策略，就是要让他们了解，我们已经会开始引进好的设备以及好的各种不同的教育资源，因为我们认为，可能家长甚至老师会觉得，学生去台北念高中，可能就一定会有比较好的大学出路。可是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就是说假如我们替学生量身打造一个学习历程，然后也把好的学校的资源能够国外的，我们现在直接找国外的，然后引进到基隆的高中，让你念了基隆的高中才可以学历，对，才可以有机会念到这些课程，而这些课程可能是台北建中美女，我们不要讲，这就是台北这些会考三十分以上，但不满32、33分的这些学生，都没有可以接受到的课程，我们要想办法引进啊。那这样子的话，他觉得说，那我如果留在基隆念高中，那说不定我的大学是跟我去台北念高中是可以一样的。那这样子情况下，我当然选择在地，因为每天通勤，毕竟还是很累嘛。我知道现在大家说，现在让大家接受这个观念，大家会觉得有点。不会啊，我接受啊。但是我们要开始这么做。等我有一天真的从这些顶尖大学引进给基隆高中的课程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那我如果在这边念得到，Georgia Tech 就是乔治亚州理工学院的课程，我在这边就念得到伯克莱的课程，那我可能就会替在基隆留在基隆念高中，以便可以升好的大学，多一分的信心嘛。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市长真用心良苦，你还飞到国外去那些学校。对，我都是开玩笑，我都是利用我自己的假期，用我自己的费用在国外去做这些事情的，哈开玩笑，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大家都很关心，我只要一出国，大家就关心的不得了。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目标就要放眼国际，因为现在都是全球化、国际化，那我们基隆又是一个。国际的港口城市，以前我们基隆是国门，对不对？在还没有桃园中正机场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尽力在重新跟国外来接轨，然后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是可以，绝对可以这么说，在我的任内一定引进好的学校，国外大学给基隆的高中生，让他可以学习高中的课程，这个绝对没问题。但是就是说我们要。一步一步来。那初中跟高中，我觉得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当然是觉得国小我们可以跟这些国外还不错的品牌，在学习方法上面可以比较大规模的来讨论有没有机会引进这些学习方法。因为其实学习方法它是有一定的版权的了，甚至有专利权。那国中来说，我了解我们有特色班，那我也还是希望我们的特色班能够更再有特色一点，因为我们还是要因材施教啊，那我们还是要找到不同的学生，有各种不同的专长，我们协助他的专长，加强他的特色，所以都一定要做。可是，如果你问我重中之重，现在还是在基隆的高中部件，而且我也把基隆的几个私立高中，我们有四所嘛，我们现在加强就是他的 OA 啊，为什么叫 OA？ 其实就是教室的设备，我们尽量打造那种大人的开会的那种方式的环境。我最近有锁定一个高中，我希望先换，对的，先换成那种不再是以前的一个一个桌椅，就是好像呢那种从小学到高中好像都坐一样的椅子嘛。我们尽量打造那种大人在上班，有点像共享空间那种那种上班那种上课的环境等等的。我觉得希望带来一些就像我讲的，就是说一定是不是一个
一帖完美的药方不敢讲，但是肯定是会带来一些改变，甚至带来一些挑战跟冲击，然后再让大家思考说怎么样做比较好。是，今天非常谢谢市长跟我们谈了这么多，看到的市政蓝图、市政愿景规划，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